老爸，老爸，哈哈，才看看多少钱，才2.5块一个。哎呀，超级超级超级的。我来等你弄呗，我来等你一讲了5万，你的老板你都花了7万，2.5块的咋？哎，还有啊？还给呀。哎，我来等你一讲了5千，好吧？还给。花了本地的外讲了不？哎呀，就是口号，不是非要你想不好讲。嗯，还有。哎呀！走了。总是第五公斤，差不多。手感啊，好，第五公斤左右，我来试试看。来，称。5.3公斤，我的哥哥。哎呀，哇，大得多，哎。好得到，来，那好得了的。哦，洗个，嗯，好得，洗个，好，一个呢，你看好了一个吗？哎，洗个，嗯，好，这边啊给啥呀？哎呀，宝贝啥？咋的非要宝贝出来？那你个萝卜皮，人家姨的吃，还乖，萝卜皮人家姨。哦，你是一斤来切弄的？哎，啊，哎呦，这萝卜洗的，嗯，这萝卜洗的。哎呦，一个老板会咋弄个头个啥？妹妹姐，你弄。好嘞，妹妹。你看，人家今天就买2只萝卜，哎，这鞋子是2块，这头个是2块5，这鞋子是1公斤，这头个是5.3公斤。比那个太丑了、哎！一个只有2块，这头个2块，不是小个2块。是。我这边做一萝卜。好，哎，做了呀，你看看阿个，阿个谁个？